好热啊！早安，我有点热哎，看来只能练一个小时就关台喽，好扯哦，好扯哦。早上好啊！啦啦啦啦啦！哦，那个指引啊，打招呼打太多次可以不用了，没关系。小牛安安，黛玉安安，凯特优衣安安，诶、欸，好、哦，没事。阿里安安，林怡安安，叶月安安，佩林安安，小林安安，干，哎、欸，阿、啊、所以是礼拜三要吃是不是？你礼拜三是要几点吃啊？礼拜三可能下下雨。哎、欸、啊，如果没有提前约你学姐，OK 吗？就刚讲说下雨的话，那你们还会约吗？这样子，就一直打招呼啦。我等下 ban 了你哦、喔，只能晚上吃哦、喔。哦，你说像上次那样子的时间吗？真的吗？你真的吗？是什么时候会 ban 了你？是不是？没有啊，我只是问说，他是可以临时揪是不是？不然你看，还是你们先揪啊？那天啊，反正你们去照样吃啦。如果那天没下雨我就去，如果有下雨就不去，这样子。也不是欸，如果雨没有很大，应该也会去吧。而且我只是去吃面的，又不是见人的，对不对？平安，对啊，5点要看学姐时间可不可以，对吧、啊？那你先问问呢、啊。如果不行，我们就改约假日。我还要跟草蛇约时间呢、欸。我的宝可梦的一个悠悠卡的球在他那边，我还没拿。全月早安，搞炸！搞炸搞炸！啊，还有一些
东西啊？看我做梦梦到我挖到好多红那个、哦、爱心矿，这太辣的东西，哦，太想挖了吧？就昨天，昨天逛那个地牢，真的逛太久了。我想说，大概这以以往经验，大概30分钟内可以解决，而且我一逛逛了快一个小时。大家都鬼玩到早起，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在四五点开台，哎，三四点，哎、欸，还是对对对，四五点左右开台，那一大堆鬼啊。白痴才16人，说一堆鬼。我那时候半夜开才40几人看，我想你们没事吧？这时间不用睡哦。早安，要不然问你说你要不你要什么时候去练等，练你的采集系，你的樵夫跟那谁？你的樵夫跟你的药剂，等技能先到6吧，你是说你的技能还是我的技能？那你有得等了，你可能等到下个月了。好吧，晚安。嗯，我要挂台去买早餐吃吗？先练一个小时，出门买早餐，好扯哦！刚完，本来要开台前去买一个早餐吃的，又不小心看影片看过头。那看最近一个叫全书的嘛，然后他之前在解说一些电影那个动漫，那最近在解说那个头文字 D。因为以前在高中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班超多男生喜欢那个头文字 D 的那个机台跟一些游戏，还有电视嘛那些。那时候我就觉得对车子没有很感兴趣，但是之前又很喜欢跑卡丁车，然后就偶尔会看一下那个头文字 D， 偶尔看一下。小龙早安，想吃鲔鱼蛋饼，来，这边有懒懒说好吃的鲔鱼蛋饼。对，我好久没吃鲔鱼蛋饼。我说我要去买鲔鱼蛋饼那一间，我可能路程要过去，可能七八分钟，回来七八分钟。不过他们做的时间超快的啦，因为他们是一个人负责那个铁板，然后一个人负责收银，一个人负责做三明治，然后里面还有内场是做可能那个炸物，还有一个人是做那个铁板面，又分工分很多。啊，还是小林，你今天有上课吗？还是说你今天有上班吗？叫小林送过来好了，然后拿完东西叫他走。没有啦，开玩笑啦，怎么可能那么坏？这时候最怕他回说可以呀、啊。欸，我跟他家，他走到我家起码要15-16分钟，他跟我讲说不会啊，很快、啊、很近啊。欸，不对哦，可能甚至到20分钟哦。因为我家是一个山坡路，然后有一次真的把饮料送过来，我那时候吓死。
我在想我的提升阶级任务怎么办？怎么提升阶级？你说要去加纳那些吗？要去奇力村、加纳村那些任务是不是？不用啦，我出去买啦。而且天气那么热。要等一小时任务就等啊，有什么问题？你是怕客人来的时候耽误到你是不是？如果害怕的话，你就把卡斯打下去啊！卡斯就是你的超能力。我刚好要去那边诶、欸，哪边？你是要去哪边？哦，你是说你上次来找我的时候是刚好要来我这边，还是你今天要买早餐要刚好去哪边？我是喜欢吃皇室的那个啊。早餐啊、哦，好想再吃他们薯条，可是我想吃哦，想吃薯条。不是啦，我要怎么走过去？然后谁可以把我打飞回家？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打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我应该是不行啊，我没有练，我没有练乾坤啊啊！宠物练，宠物学乾坤就好了哈。启动弹，宠物崩起啊！万一他说 no 怎么办？对不对？啊，我学崩起崩你好了啦！我的格斗也要学崩起，一直忘记学。那等一下我出门买早餐的时间，你们要看什么东西？看游戏，还是画面就发呆？混乱攻击。功能对啊，你要等我两小时欸，我确定。那算了，你都不想要我陪了，那就算了。我要抓一天，你就下午可能呆鱼或佩佩他们在跑图的时候啊。我好想要你陪我，救命啊！江大头你在吗？这边还有个怪怪的人，需要你。昨天江大头晚上也没出现啊，害我昨天一直留意聊天室。欸，我昨天很认真一直在看聊天室，江大头出现没？你们相信吗？然后早上看到佩佩他们又玩到，也不是佩佩啦，就是玩太阿伟玩到早上来，我说哇看，不必要吧？虽然我知道很好玩时光屋的游戏啊，但是不要影响到上班上课啊。那我昨天也是自己直接开下去啊，哎呦，真的要不是我的电脑问题。啊，那款游戏我怎么可能玩一玩就会暂停休息嘞？那个游戏其实可以玩的东西超级多，超级多，超级多，超级多。怎么办？才开16分钟，我就觉得好像开一个小时了。哦，怎么跟玩那个游戏差这么多？没有，主要是想问没玩的呆鱼，呆鱼大大，
最近玩泰拉瑞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无聊？会不会看不懂，还是不知道干嘛？那我再来解释一次，就是它有个类似主线剧情的东西，然后每个区域都有个 boss， 但是地图就是这么大，对不对？它怎么会有新的 boss 进来？就是你打解锁到一个阶段之后，打败那个 boss， 然后整张地图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地图，就是会添加一些更强大的怪进来。这个等到后面呢、啊，后面打完我们肉墙之后再来解释。不过打肉墙应该要两三天之后的事情，因为我要做一些基本设施，嗯，我要挖一个类似隔离站的东西，就是保护的东西，要先挖出来，虽然意义不大啦，就是因为那个地板会感染，你讲一下，就是类似麦块的那个菌丝地，菌丝地会蔓延出来，没有处理好的话，蔓延速度会很快，然后导致就是家里可能不能住人啊。啊，这个我就可能会好奇怪人他们伺服器到底最后会不会开另外一箱新的，我是觉得开的几率蛮大的，因为我就说啊，新手第一次玩这地图的话。一定会开第二张地图玩，一定会，应该说第二张以上的地图玩，就是重新生存。原因就在因为地板会感染，那有个另外一个避免的方法就是可以盖那个住在空岛，住空岛上面一点点，好冷哦。请问你那边几度？竟然敢说好冷哦、喔！这三个字，好热哦、喔，35度了、欸。哎、欸，小林，你联络得到10000吗？因为我有点不好意思去联络他，因为昨天他回收讯息 ban 了他之后，他就没出现了。我在想说是不是很难过，但我更怕的是他可能会回你没事，小事是我不对什么之类的。我想说不要不要不要，对、啊、就是昨天他其实有说啊，忘记这边不能回收，因为他也是不小心的。然后我就说一万对不起了，金元长老来了。然后奔下去之后，我就说5分钟后见，可能就没看到他了。我觉得没玩泰拉瑞亚的，我可以看完真的很强。就是怕你们看不懂啊，因为好比光遇好了，因为碰过光遇的人看也是看不懂在干嘛，就一个角色飞来飞去，叫来叫去，然后被龙撞来撞去。火车上真的可以忍，感觉就只有度。那我是不是要买个什么捷运站的票，然后我在捷运上开台，然后可能坐到终点站，然后再继续坐着那边开台点片。热爆都没下雨，一直都说会下雨啊，可是就没有啊，很难过哎、欸。难过的是你不知道的是，超强。那再来，我在可能这个话题要听得懂的人才听才会明白，就是之前都跟阿飞两个人都拼命在那个就是净化，就等于是你在喷消毒，你在把那个地形消毒，不然 NPC 会说这边太恐怖了，不能住了，然后你家时不时就有怪跑出来咬你。泰拉瑞亚台啊，不是，我是问你说你看得懂吗？还是你就是觉得这声音很有规律，很舒压，就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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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得懂啊，但没玩，只看会很烂。没有啊，就是到时候你，如果你有电脑，我们要回去玩的话，可以再玩啊。因为我也讲了嘛，这个游戏其实就是很适合，真的是时不时回去玩一下。不然我怎么会有那么多张地图都舍不得删？因为都是回忆啊。有些回忆只存在大概啊，之前有跟一些比较资深的会玩的人玩，但是他们玩不到三小时就是玩不下去了，因为受挫感太大了，因为打不赢啊。光是一只史莱姆，两个人就被灭了四五次，更何况是那种血腥的地形，一靠过去马上死，靠过去马上死，受那个挫折感太大了，所以那个回忆大概只存在三个小时。那个进化效益很差吧？什么那个进化效益？你说什么进化效益？你说环境改造枪吗？对啊，没有啊，主要是因为我们要，进入之后要赶快先打完那个机械 BOSS， 打过 BOSS 才能买到那个枪啊，啊那个枪又很贵，还贵杀小的。因为之前回去玩都是照我以前方式在玩，然后玩的过程当中其实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像其实，我最近打 BOSS 其实都不是照我以前的方式在玩，因为前一次玩的时候我才觉得说把饰品全部堆防御比那个比暴击什么东西还要好，前期啦，因为你够硬的话，你就可以撑得久啊。啊，你伤害不够那个嘛，技术来凑啊。啊，我伤害不够啊，我就是撑久一点，对吧？好想看你们玩，又看克洛伊他们玩，换电脑了，小妞要存钱换电脑了。不要再投资在这个渣男身上了，这个脸很丑的男生身上了。利恩在哪？利恩，因为苹果电脑能做的真的不多啊。而且我昨天那天看你的影片那样子，很速度很慢呢，这样其实根本玩不了。然后如果玩多人的话，可能会就是你们画面不一致。虽然有个优点是，可能 BOSS 在咬你的过程中，你看到是很慢，但他们看到已经是在咬你了。可是他们看到你没有受伤，就可以趁机怼 BOSS。什么意思？就比如说今天番茄泪格，鬼已经在咬他了，但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可是我确实看到鬼已经咬下去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已经拍下鬼魂照片了，然后什么尸体照片，我们都已经准备离开了。啊，番茄在那边啊啊啊啊啊啊，对不对？这样子他就做到了什么东西？他拖到了时间，他让我们有更多生存的时间，然后就可以猜出是不是亡灵啊、幻影啊什么之类的。啊，拍出清晰照片。呦呦呦！还是我去附近随便买个早餐就好。我在想，我到时候是要开弓箭手格斗士过去，还是弓箭手法师过去，还是格斗士法师过去？玩不了啊，等我换电脑。对啊，等你啊。我那时候也是洗脑小鱼很久，他其实有意愿，就只是舍不得。然后当他那时候狠下心一换的时候 ，low 啊、斗阵啊那些全部都在玩。哎，我当时斗阵王星现在啊，还两颗星吧，他那时候一颗星都没有，只是个萌星。他现在已经四五颗以上了，哎，我就说哇，小鱼大大带我飞，他们玩得很疯。我就跟他讲说，他不是叫你早换的，你看不换吧？一换的时候哦。跟你讲太香了，好不好？
马斯带的啊，再来嘞。法师攻守好了，那至少等我就是什么陨石跟哎、欸、可以了哎、欸，陨石跟水蓝鼠，陨石跟火焰，哎、欸，其实可以哎、欸，好像可以练了哎、欸，然后风刃冰冻我都还没有上来。你起码十月才能换电脑，其实你四个月后还可以啊，四个月后，然后换其他人开伺服器吧，因为我这边开伺服器的话，尴尬点是要我载你们才能玩，啊，我可能今天开轻松末日还是什么东西的话，你们都没得玩，可能自己开伺服器这样自己慢慢玩啊，可是会觉得说，最后东西还要带来我的伺服器，就觉得很麻烦，所以那时候到时候啦。再拍一个人开伺服器，然后我就去他的世界生存，这样我才不会有压力。一方面我会觉得说我要做到就是顾好这个伺服器嘛，就是比如说把那个箱子弄好啊，然后地整平，就觉得说这是我的伺服器，那要照我的方式来做，我觉得说哦这样子我就觉得好麻烦哦、喔。那今天去别人伺服器就可以耍废，然后做自己的事情，就开心开心出去玩，东西全部扔箱子里面，不用担心，开心开心。那就以换电脑为前提啊，在上班赚钱，棒棒。我七月换电脑，然后去宰抓鬼，真的、喔。其实抓鬼兔窝其实蛮多人会玩的、啊，你看、喔、最最嘛，怪人。就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来啊来啊来，最最怪人跟番茄，我们四个来去抓噩梦难度的鬼啊。我一直在聊天是啊。不然就是番茄不要找那个凯兰，不然每次都在聊天室都讲得很强很强之类的啊，我不是我就做不出来，我怎么做啊？一看到塔罗牌啊，队友就在里面啊，要抽屁呀、啊，把他们关死哦。然后每次拿到那个什么通灵盒通灵板，就说来讲躲猫猫。我们就来玩噩梦难度，然后就来玩这些东西。我是要把法师敏捷撑高啊！我觉得法师弓箭手反而是收头角啊。就是伤害溢就不会溢出，想要把格斗跟法师的伤害要把敏捷弄起来，我这样感觉好浪费哦，好浪费哦，玩那么大，躲猫猫不是猎杀吗？对啊，不是每次都是跟我讲说，哎、欸，拿到了，快去讲什么躲猫猫之类的，我说不是哦。很忙欸，很忙欸，今天你们看到画面都是我的画面，其他人在干嘛他们你们不知道欸。
好诶，过了30分钟，大概15分钟回去，所以我们可以回去4趟，然后回去去4趟，就刚好1个小时就过了。你看，踢下去，然后格斗打下去，就有点伤害，有点溢出。如果他搞不好差100滴血死掉的话，那给弓箭手射还比较好。早安早安，那边很热吗？哎、欸，晨晨，你昨天怎么不在？哎、欸，利恩利恩，你现在有空吗？利恩现在有空吗？我昨天在等你们两个同时出现。你不是要利恩的那个票吗？来，现在上线，如果有空现在上线，如果没空再约时间。因为想说。还有20几天，应该来得及。哎、欸，对，今天是不是新那个最后的任务了？嗨，阿亮，安安。晨晨来上线。哎、欸，对，小龙，你有进？你说你进群了是不是？恭喜恭喜恭喜啊！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再问问，就是在光遇群问一些人。哎、欸，毕竟。你光遇应该比较熟啊，光遇，光遇认识你的应该比较多啦，不是说比较熟。不要害羞，满3天可以送票，下一季耶？还是你是说先加好友？对啊，先加好友啊，不然到时候自己都送不了。那个传我，自己传我，你们两个传我。知道什么？没有啦，反正就是先加好友啊。好啊，干那些白痴，昨天越来越多，他们趁我在回火的时候讨抱抱的，在旁边一直煽风。哎、欸，晨晨出现了，出现了。哎、欸，对，就是你们两个，你们自己开椅子，开椅子，开椅子。啊，或是利恩你贴 QR code 在 DC， 利恩你贴 QR code 在 DC， 然后直接荧幕截图出来给你们看就好了。如何？我们很冲，怕你太热嘛，什么东西？他去拿桌子了，没事，他去拿桌子了，不用 DC 了。他果然是不想麻烦到我，哇，这个人，番茄学一下，不要整天只会在我头上。现在是尬聊现场，一个安安，一个嗨嗨，然后没有下文。然后先顺便回个火。坚持大家回一圈讨抱抱，半风感觉可以。对啊，没有，那时候就故意偷偷移动位置。偷偷移动位置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会面向着我，然后就是很像小鸟，小鸟讨东西吃，看到东西移动，就是画面会跟着动。啊，这样讲啊，一排猫咪看到逗猫般，就同时抬那个转头还是怎样的？来救我！晚安 ，Hello，Hello，Hello。
小这个人怎么变无意了？吓死了！没有啊，他们没有尬聊啦，就只是坐在椅子上安安嗨嗨，然后说什么我开吧，我看一下现在到哪里。没有，他们聊完了，他们现在已经在回互相回火了。这个时候真的是最尴尬的时候，惨了惨了惨了！看来这一对没有办法在一起。番茄上线屁呀、啊！你干嘛、啊？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命运。什么东西？还有什么东西？最怕突然收到你的消息，是吗？忘记了，好不熟、哦。五月天的歌歌我好不熟哦。嗨，老居你好，老居你好，怎么跑抱抱吗？哦嗨哟，你好，番茄来抱抱，不，番茄，对不起，青蛙抱抱，快点，青蛙快点，番茄要把手张开了，快快快快快，我要跑，我要跑，我要跑，我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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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讲错了，他刚刚番茄跟青蛙重叠，我离开了，我离开了，我离开了，醉啦。好了，等一下，利恩，你不知道怎么弄吗？利恩，不然你把那个 QR code 贴在 DC， 我帮你转贴。哦，有了，你用好了，你用好了，哇，你好棒哦，利恩，你好棒哦。哇，利恩，你好棒，利恩，你好棒。你这身打扮怎么看都像是男生好了、啊，你让我想到就是利恩啊，利恩从头到尾都喜欢戴着那种狮子头什么鬼东西的头，然后整天在那边在我面前走来走去游来游去，哇，利恩底下游来游去，哎呀，抱抱，我只是上线回个火而已哦，有看到你马上坐下来了。看到你坐下的时候，我的心感到安心。我的性格，我的个性像男生嘛？你说你像男生哦？我就知道我的存在是个危机，对，请好好，请好好的把自己保护好。对，名字像男生，造型也像男生。就大现在就差听声音像不像男生了。来，小龙，请到 DC。那我们要来评鉴你是不是兔窝没声，兔窝好声音的时候到了。
最近看柯洛伊在玩那个啊，泰拉瑞亚，哇，他笑个，他真的越笑越的像个，才像个女生嘛，天哪、啊！因为之前都不爱讲话啊，然后又一直不要，我不要，我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什么都不要，想要听他笑都很难。那最近看他玩泰拉瑞亚，都笑得跟开心的小女孩一样，我听得还蛮愉悦的。嗨，杰云安安，哪个频道？你看到哪些频道？你可以到那个有没有一个 Life 房，兔窝 Life 一个00-01那位那个地方，那个你先进去的话，就没人进得去了，除了我们管理员以外。哇，你真的进来了哦！来，请说话。你好，你几岁啊？等一下，你声音怎么这样像？哎，讲话。不知道讲什么。你是不是西敏啊？你是不是我在吃早餐。你是吃早餐？对啊。你要唱歌吗？因为我不太唱歌哦，因为我听的歌都是。基本上都是日文的。那你唱日文啊，没差、啊，没有很男生、对，完蛋了，我还以为是男生，还是你用变声器，关掉。还没有。我看一下哦、喔，就是你现在看到楼下不是有日马吗？啊，今天可能你没有玩日马，想要声音的话都可以去那边听。反正你看到有人呐、啊。你就不要怕说会没礼貌，就进去挂着听也可以，或打声招呼就好了。我就说是没事做，听听声音，这样子。我觉得很像陈诶、欸，我也觉得很像陈诶、欸。你是不是戴牙套？我没有诶、欸。没有哦，因为我们有一位叫做陈的，他常常也会挂在楼上。他最近比较少啊，不知道为什么，前阵子还蛮长的。然后他就是会在楼上挂。对，就是你反正看到房间里面有两个三个以上的人，他们可能在聊天，就想要听声音可以进去听。哎、欸，啊，如果你有一些光遇的东西要po，可以po在楼上光遇频道。我其实蛮应该说不常去分享自己的事。为什么？没有，就我习惯而已。为什么要这个坏习惯？坏习惯吗？对啊。好东西就是要分享啊，对不对？对，因为我没什么好东西，是不是？对对对对对，我没有什么好东西，我的天啊！而且我个人比较内向，就不喜欢跟……没事。当时我们有一个叫西敏的，也说他很内向，很害羞。那现实内向跟网络内向有差、啊。连笑的方式也很像，对，我也在想说他是不是陈？你是护理师？我还没毕业呢。你还没从护理学校毕业吗？不是，我还在念高中。哇，你确定真的不是？对啊。那哪天我看到陈出现，你也出现，我通知你们两个一起叫过来。哎、欸，这有点难呢。为什么？我人在香港。不是，语音频道。啊啊啊！对对对，就语音频道拉出来，你们两个互相聊天，我就会开始想说，看、欸、谁是谁。这样子，其他爱人是不是完全分不出谁是谁？这样子。对对对对，你其实也可以，就是自己假装是敌方，就比如说。今天有个声音跟我很像的，有没有？说嗨，繁星你好，哎、欸，你好，哎、欸，繁星，我问你哦、喔，然后就开始自己自言自语。对啊，没事啊。进来问一件，猜猜我是谁？害羞这问题就是打几场日麻就好了。日麻我也是看你我才哎入坑的。对啊，你就是完了之后脏话一大堆了吗？其实还好、欸。你会听到他们脏话一大堆，你就很好，你就觉得很好笑。也是啊。对啊。
打野，好扯哦！小月在 DC 台，这谁？这是懒猫的台吗？小月，欸，大哥没在看我的台，好扯哦！好啦，你赶快先吃早餐啦，感谢啦，还要多出现哦。好，好，拜拜，拜拜。好了，频段完成，是妹子啊，这不像是变音器的声音，很干净。对，好的，应该确定不是陈啊，因为声音没有牙套的声音。啊，干净的声音，没唱歌环节吗？你要不要开麦唱歌？你今天要人家唱歌，你要先出一点东西吧，懂吗？你今天要人家做什么事情，你懂，总要先贡献什么东西出来吧。来，利恩，请到语音频道来，我评断你是男生女生。来，利恩来。啊 ，DC 区你应该很熟的，来进来进来，请进请进请进。有韵味有啊，哎、欸，我都想叫那个泡芙跟温阳同时进来了、欸，哎，你知道，我一定要改天真的要约他们两个同时进来，让你们听听看这两个的声音真的很像。然后小鱼说还好不像，我说哪有像死了。应该说，没有说到百分之百像，但是他们有时候讲话到一个语调、一个语气的时候，会超级像。可能讲个哈什么东西啊，还是什么，在干嘛、啊？这种东西，语调都超级像。阿温别想了，阿温多难揪，哎、欸，不好说、欸，哎。我真的要揪的话，可以揪到他、欸。我先问他，请问大大什么时候有空可以跟你约一下时间？然后另外一边，请问泡芙大大，请问有什么空可以约个时间？啊，不用，我直接把他们两个拉同一个群组就好。啊，这两个又喜欢听妹子彼此的声音，哎，赞哦。你要想，温阳也很会唱歌啊，啊，泡芙声音也好听啊，对不对？我就觉得好笑是佩佩吧，在我玩泰拉瑞亚之前，明明作息还正常。当那个克洛伊他们买了泰拉瑞亚之后，晚上看泰拉瑞亚看到没睡。我想说，早安，起床了，看一下他们昨天又摸到几点。因为佩佩是最好抓的啦，因为他有时候晚上不能讲话，就只能用打字的，就说哦抓到四五点还没睡，关其他人。都可以打字，所以都抓不到。所以为什么我讨厌人家回收讯息，对不对？这样我就抓不到证据了。我、哦、这只怎么那么会打模式啊？其他模式都好少、哦。想听我唱歌，我也不知道唱什么。那你都是听日文的什么歌？动漫歌、流行歌？啊，你唱那个啊？派对咖孔明啊的歌也可以，不然你唱什么他的片尾也可以啊。说到声音很像，我以前第一次听到喵哈的声音，真的想到底是不是直九？我想一下哦，那时候我有遇到一个声音超像十九的。不然就是一拳的声音，还记得一拳吗？啊，之前巧克团那位一拳的声音超级像狼儿，所以我那时候每次一拳一讲话，我的印象就是很想要就嘴回去，动不动就喜欢乱叫尖叫还是什么，
鬼叫啊，不是乱叫尖叫，是鬼叫。然后每次鬼叫，我只要闭嘴啦，这样子，然后怼回去。然后那时候都是啊，不行不行，他不是狼儿，要收敛一下。抱歉，没看过也没听过，给我去听，给我去听。那首现在快变成那什么人人什么什么，比那个过年的歌还猛人啊！每条大街小巷那样子，有一拳声音也确实很适合喵好像。没有一拳，一拳跟狼儿才像。喵哈的话是忘记，你说十九又有点怎么讲？我知道相似度有，但是没有到百分之百啊。有一个一个那个，那你知道红石口袋的双月吗？对不对？那饭桶的声音跟双，就是那个饭桶女王那个嘛，你应该也知道是谁，就是饭桶女王的声音跟双月很像。然后我那时候也在想说他们是同一个人嘛，但是我确定不是同一个人，因为我们都彼此有见过面。因为那时候因为这两个人都喜欢欺负哈基，就互相欺负互相这样子。讲一讲知道的年纪都有了。哦。饭桶声音好像没听过，他现在比较少开台了啊。之前几年前啊，四五年前，那时候还有参加过那个调课团，就是建筑大赛啊，或是一些小小游戏派对什么之类的，有邀请过。然后我也说呆鱼声音像咪鲁啊，对不对？那谁，我们的迪鲁啊，声音像鬼龟啊，黑月声音像科批。然后呆鱼声音不是说百分之百像，是有时候他们会傻笑的那些点，然后或是那个还好之后呆鱼他们不是讲话讲一讲讲之类的，我一定拿棒子打他，就跟他讲正事，都说没有没有哥没有啊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没听到啊，一拳扒下去跟你讲。然后突然伤口好痛，等我咚一下哦，咚西哦，忘记是谁，得打出那个宝牌，咚西哦。也不是 VTuber 吧？哦 ，YT， 我哪天约一下 Lumi 好了，应该不是轻轻约一下，随便约一下应该约得到。说 Lumi 有空吗？很久没跟你玩游戏了，可以，我们可以来玩个游戏吗？啊，我直接去 Lumi 群找他好了。那个谁都在啊，那个谁，那个珊瑚啊，然后一些之前玩光遇在 Lumi 群的都有。感觉自己唱歌只有。我不开，不要开麦了。为什么？因为我说你声音像别人吗？你这么走心吗？天哪、啊，不要啦，没必要啊，没必要为了这个人不开麦，好不好？你不开麦，我就不进群，好不好？你要想一下，你前阵子都有做了什么事情，让我进不了群？他把我踢了、欸，他竟然有办法以一个会员身份把一个版主给踢掉、欸。屌吧，造谣！等，啊，算了，卡时浪费一分钟应该还好。啊，我出门买早餐哦，那我随便开一个东西挂着给你们看。
不开麦，就只能开口腔教主了。哎、欸，你自己想想啊。对啊，你就只能默默的呛我，哎，这样子真的不好。要呛人就明目张胆的呛啊，不要默默的呛。哎、欸，谁在玩冰壶钓鱼啊？看到一个在玩冰壶钓鱼，我看一下哦。大凡，分手应该体面。开兔兔什么开兔兔？啊，还是我开光遇，你们自己进来找我玩啊，自己找好位置，我就不参与了啊。你要出门买早餐啊，我还没吃早餐欸，我很饿欸，都快中餐了，应该半小时内回得来。我最近其实有偷偷登录，欸，他的每日登录很哭腰欸，他是从你领的时候开始才倒数一个半，那个23小时30分钟开始倒数欸，所以他不像是那个隔一天就可以领的东西欸。我说那时候玩鹅鸭杀的时候，看到有跳这个，就来玩一下。Hey DJ, come on, say yeah yeah yeah。我对，还有一个，等一下我的绘图软体需要每日登一下。虽然真的都没有开过它啦，可是想说每日有免费的点数点一下。有时候我不吃早餐，我不能不吃啊！我现在的状况，我不吃的话，呆鱼会伤心耶。欸，呆鱼啊，呆鱼不讲话了，完蛋了！女生这样子的话很难哄，完蛋了！那明明在上班，明明在上班，硬要来跟台，天啊！嗯，应该是你这么晚吃，之前好像都5、6点吃的。我吗？没有欸，我其实也都是站离出去买早餐的啦，记得吗？教主不吃早餐我会伤心，那你不开麦我会伤心好吗？你开不开？就问你开不开麦。哎，夏西，吃早餐了没？我要出去，啊，你要不要吃？Hey DJ, come on, say yeah yeah yeah. 呜呜呜，叫叫呢？看情况吃早餐。嗨，子瑶，我的第八天生日快乐歌呢？等等，有谁是5、6点吃早餐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谁有这么健康的，连影月都是7、8点吃早餐的，有谁比影月还健康？来。请说。上实体上课的同学帮我买早餐，然后嘞，你不要跟喜羊羊一样哦，那吃人家的饭。那么理所当然，我把他杀了，我把他口了。我这边是5点半可以买早餐啊。哦，我之前会那么早，是因为我一定是熬夜没睡觉，没睡觉的情况下就会想要吃完早餐再睡。好了，加藤优应该不在吧？我要离开了哦，不要偷抖内哦。他说：“最近加藤给的钱都好少，这样子，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没有啦，我也希望他不要那么累啊。他之前都在给我上班的时候，在托里面举办那个歌唱大赛，啊，歌唱的处罚，最近都没有了，欸，会不会很想优一啊？好了，我出现了，海力奇香，角龙啊，就这个，你们看这身打扮会像妹子会穿的吗？”来，不要动！
这就利恩常在穿的衣服，你他妈的你还动？又吃早餐不要动，就穿这样子啊。想说叫小龙穿就穿这样子，怎么看都不像是妹子啊。啊，这位就是静静，然后上次就是我们不是满团吗？满团结果说那个就是跟他讲不好意思，每次都跑来跟我们蹭位置，结果造成说没有人挤得进来。干嘛？上班就上班。他有在上班，他有在出，哎，好烦哦！听到加藤，脑袋都会加一。哎，你们帮我跟他说一下。哦，他带了。哎，过来，利恩过来，你们过来帮我跟他说，我在开台，要出门买早餐。快点，过来帮我说一下。头上那颗狮头，对啊，就是因为狮头啊。呆鱼，然后每次他们在我身边围着抱抱的时候，我在残酷二选一，怎么办？我要先抱谁，谁才不会走心？最后抱谁，谁才不会走心？好啊，出门喽，我又有。嗨，文字安安。你还在跑图？好啦，我先出门了哦。背景聊天室文字，这是什么？拉完肚子后打吗？没有这东西。等我一下哦。出门买早餐，完成。好，站离咯。十点还有卖的，卖什么？有啊，一定还有啊，还是都早上到下午两点了，还有24小时的欸。我会带手机哦，不要乱来哦。欸，对耶，那个小龙，晚点再用手机把你加一个兔子的头。
的哎呀哎呀没时差，我回来咯，你在干嘛？白目，一群白目。你知道我每次在那个中间的盘子点火的时候，就想说我们跑服了，准备休息了，点个火。然后最近都是点火点到一半马上关掉画面，就看到有人在旁边招手。好了，今天是吃汉堡跟巧克力吐司切边。从事。哎、欸，不是，我怎么变这样子？哎、欸，干你们牵我手把我搬！哎、欸，靠腰是谁？为什么我回来变成这样子？虽然我真的蛮喜欢樱花头的啦，但是是哪个白痴？可爱吧？这就是光遇。我去哪里啦？我在这边啦。不是我怎么买完早餐回来变这样？干嘛啦？吃早餐了啦。天气预报哦，天气警报，今天是亮红灯呢。哎、欸，我可能打几场嘛就要休息了、喔。哎、欸，我们去打麻吧。那个小龙，你等我一下哦、喔，我要把你的那个 ID 后面加个啊，好像没差，对不起。我们打日麻吧，那他以为会哭啊。啊，好啊，都趁我上班的时候打日麻，好啊，走心了啊，走心了啊，没爱了啊。啊，黛玉好像会干出这种事情，黛玉不要走心啊。鸡脚豆，来来来来来，日麻时间，日麻时间，打到十一点哦，你再哭了，好，那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你们要乖乖乖乖怪呆鱼，嗯。我今天打不成日嘛，都是黛玉害的。こんにちは。哭啥小啦？哎、欸，那、啊、小龙呢？小龙传过来啊！刚下了啊，不是跟他讲说等我一下，我要在你的 ID 后面加兔子头，快点！编辑，嗯。打麻到十一点，血魂麻将。出现了，有加入兔窝的都可以获得兔兔头像哦。白痴，我真的觉得很白痴。在星盘也能加。啊！我就星盘爆炸，你他好，我现在开上线给你看哦、喔，小龙你下线，你要我在一堆没有上线的人名单中找小龙吗？他上线跑来找我不是更快吗？白鱼，来，请告诉我哪个比较快？
他上线出来到我身边，我改比较快，还是去星盘慢慢找他比较快？我每次都要进出地图至少三次，才能把星盘快回完哦。道不歉要干嘛？道歉要露出什么？来宇，来，请说。露出灿烂的微笑。哎、欸，我那天在看抖音，看到一个东西是说什么，千万不要吃什么垃圾食物，不然你的脸，然后就画面照到他，会有灿烂的笑容，真的很酷哎、欸！不要吃垃圾食物，不然你的脸会有灿烂的笑容。你知道，我买完早餐想说，对，那我等一下要怎么吃早餐？然后就想着想着说，打日麻好像也不太行，因为打日麻的话，呆鱼又在上班没玩到，会不会很难过？会，他会难过，但他还是让我玩。你看，这就叫爱好吗？我没有讲这就叫爱哦，是说这就叫爱。啊，今天爱情，哇，今天爱情就是要站在彼此互相的尊重的地位嘛，要站在彼此的是那个立场去设想。我前阵子一直贴鸡汤给佩佩看啊。也不是贴鸡汤啊，就是哦，我觉得今天好好吃哦。乔安安 ，Hello， 你好，你好。记。然后声母是网络不好吗？还是想太久？一直网路红都有哦。想说怎么会这么想那么久？好啦，给你啦，来啦，和我啦。赶快结束这一场，快点，靠腰啊！靠腰啊！我摸进来啦！
靠腰，对不起，一直骂脏话。棉被猫安安，等一下中午来抢抢看。开到十一点，你是要乐死我？你是要乐死我？是不是真的没爱了啊？天哪！好喂，下一场，下一场。好喂，好喂。好了，感谢生母。来聊天室的，谢谢生母，让你们游戏玩。然后感谢马同学跟门尼义。啊，没人了。听，这就是过气的声音。我想说会有很多人，没有哎。没有人。给我去上班，你给我去上班，不是等你啊，也要这过程中没有人进得来啊。我不会玩，没事没事，那看来可以提早下班了，真好。啊，不然以后我们有人被飞掉之后就说谢谢谁谁谁让我们有游戏可以玩，要不要？那今天谁口了谁就说，今天可能冠良口了欧力嘛，跟他说谢谢冠良让我们观众有游戏可以玩。啊，谢谢生母让我没有游戏可以玩，没错没错没错，谢谢生母。
庆安安。那我继续跑图，好，拜拜。我觉得打这张好危险哦！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我叫你爬。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わお。ノーテン。好恐怖呀。リーチ、イペコ、ドラさん、ドラ、ドラミ。八七，我们要来做梦还是断梦呢？理解。啊，呆鱼给太棒了吧！呆鱼好棒哦，呆鱼，呆鱼好棒。これまずいの。还好我有再买一个巧克力吐司。我不安安，你好。好惨哦！砰！
好哭啊。神に好かれておらぬ灰なぞ、いくら来ても同じなのじゃ。リーチ。七对子。啊。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ロン。哇塞哇塞阿七安安哇塞好啦梦交给别人吧干嘛给你不要これまずいの昨天太拉到两点，好累。不要玩那么晚啊，不然半夜起来尿尿，我要赶人家去睡了哦。我说你们该睡了哦，几点了？哎，太扯了吧！哎、欸，你不要自己玩，自己玩到那么晚，他们该说好累好吗？没人逼你们玩，有谁逼你玩吗？有吗？有的话跟我说一下，我就去逼那个逼你玩的人关掉游戏。要睡的时候看到商旅出现，去看一下卖什么，对不对？旅行商人出来就是啊，去看去看，先冲回家看，因为其实后面就是。他、啊、就是卖的东西其实是固定的，他、啊、只是乱数决定，有时候卖四个，有时候卖到六个，啊，有时候卖到七个这样子，都是随机的。然后你们主要是要注意说他道具卖的东西是说什么显示什么什么之类的，比如说什么显示有什么杀怪计数器啊，还是什么生命体探测仪还是什么样的东西，就是你只要看到介绍说是显示。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就先买下来。看，啊，那些东西是做手机材料的，像我昨天，就有那个啊，有在开台。谢谢繁星浪呆鱼没游戏玩。好啦，呆鱼好好上班哦，加油！
没事没事，我们的爱还在。水瓶记之类的吗？就是他会有卖一些很奇妙的东西啊。反正你很多东西那种会说什么显示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拿去问向导，然后向导就会跟你说，他还要搭什么什么东西才能合。每局都很被扣欸，谢谢指教。对，欸，好好上班啊，加油哦。马童斜找有什么生命体啊？还有就是你们最重要的就是钓鱼一定要去钓，因为通常来讲那些都是商人买得到的东西，那就只有钓鱼是买不到的。钓鱼就是靠运气啦，你今天一个渔夫给的东西就这么多，所以你要靠的就是人海，懂吗？那时候才会小孩去钓鱼，然后多钓几条鱼，我们就是四个人直接就是捡鱼回家送任务，送完任务就是东西大家就是分一分。干，希望这局有好人是什么意思？哎，对，现在有人被飞了啊，我们就要感谢他。让最近上班好累，哪有时间挂语音啊？牙套都拆了很久了，好吗？害我必须抖一下，解释一下语音，是不是？很像，好不好？老G，老G出来，老G，老G，陈出现了，老G，你们要不要现在语音频道聊一下？陈来，我们来聊天，让你们听听看陈子跟刚刚小龙的声音。哦，你看我，你一出现我好嗨哦！不要傲娇，给我过来！但不是我出来啊？啊，没有啊！你要用你黑道大哥的架势逼他出来啊！是黑道大哥啊，对不起，对不起，老居大大不要生气，是小龙出来吧？他刚有开麦啊。笑死我！等一下，我刚刚吼了一下，现在肚子好痛，等一下哦。要么是我刚东西吃太急了啊，要么是怎样，我肚子好痛。那前年错过的阿姨，那些年错过的阿姨。怎么形状变得好奇怪哦？妈，好像有大那个怎么奇怪变得好奇怪哦？我刚刚本来是想要碰碰舞的啦，肚子好痛哦。那些年错过的阿姨。那些年错过的，我跟陈说有个小陈新兔仔哈，哦，我想说怎么突然是直接给钱，是谁那边直接爆料？我想说应该就只有老G而已吧。我那天有跟那个谁番茄解释说，你可以叫那个老G去，因为他阿姨就是一个礼拜。想要休很多天，结果只一个礼拜只上了一天，然后就说那你可以找老G去那个老G去你的店里面光顾一下。我说怎么了？我说那就老，因为那时候大一也在场啊，我就说没有，就你可能就是外面谈事情，然后让阿姨以为说你跟黑道大哥认识。对，是原由是这样子的。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什么？
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效果嘛。有啊，啊不然叫老 G 踢，那、啊、踢东西有没有？啊，不然大不了就是你从你的口袋里面掏出可能几千块给老 G 收保护费之类的。有啊，我有跟他们讲说你是长得很有江湖味的人，然后那时候呆鱼就讲了一句话，那我会很怕、欸，还是佩佩啊，好像是佩佩讲的吧？佩佩说他会很害怕，因为那时候我们在烧海胆，不不，烧馒头。我去踹你，拜托踹大力一点，踹他，踹他，好意思，好意思。为什么要叫他睡美茄啊？是因为他每次玩光遇都玩到睡着吗？克洛伊早安，早安，早安。欸，不要玩太晚啦、啊、我很担心你们玩游戏玩过头欸。我会很担心你欸，克洛伊。那等一下日麻结束之后，我来介绍一下你们之后可以怎么盖，因为我昨天看你们荧幕分享的盖法嘛，就是跟我的世界很像嘛，但是一个盖法其实可以让你们前期比较好过一些些。那番茄是不是要找个王子了？嗯，谁？我想一下哦。嗯，我有谁是王子还是谁王子？我想一下、哦。好了，你去找小王子好了。那个死屁孩。继续休息，好，陈，拜拜，晚安，晚安。豆哥刚刚出门买东西，回来变日麻了。对，你换头像了呢。感谢蚊子的超级留言。你不要那么丑，拜托！让我看大的，不要让我看丑的。不要给我只有断腰哦，我会把你踢出去哦。丑腰九。最後の10枚になっても、わらわは緊張しない。全然緊張してないぞ。之前是因为应征工作所以换本照哦，你现在没有工作了吗？还是已经应征到了，所以没关系了？哎、欸，子瑶，我的生日快乐歌咧，我生日都过多久了？我们鄙视他，大伙们鄙视他，举起你们的火把，抄起你们的家伙，鄙视他！不要、啊，等下人家真的哭。你丑两回了哦，不可以一直这样丑下去哦。啊，总会变成天鹅的吧？啊，你怎么还没变天鹅？地狱的钥匙的箱子要在哪边？你有印象我们昨天不是去地层吗？有开到一个紫色的那个钥匙，就是那个啊。所以你要去地狱开箱子，就是要先打完地牢的 BOSS， 打完 BOSS 之后就是下地牢去开箱子。那开完箱子，就里面箱子会有机会是拿到暗影钥匙。不是你生日啊？哦，我不能听啊、哦。好啊，我解释一下哦、喔。那个克洛伊，你要顺便听哦、喔。就是我们昨天去探索地牢，对不对？
那探的过程中要先打到金色钥匙，金色钥匙是所有地妖的怪都有机会出，然后有一只特别肥特别大的史莱姆，他身上一定会有，他身上一定会有那个死那个钥匙，对，然后你们可以用那个金色钥匙去开那个金色锁起来的箱子，然后箱子里面有机会出那个暗影钥匙，嘿，然后那个钥匙才能开地狱的钥那个箱子。有听懂吗？哦吼吼吼吼！两，特洛伊，我要爱心。好，就主要是这个。哎，你们如果有，因为你们那边。应该没有老手啦。新一次哆啦 A 白曼，我的爱心不见了，哪里？什么爱心？是啊，克洛伊人不在吧？我在啊。你是说，因为你的后面一定会加爱心吗？你都只合小牌，不行，打修罗场了，还在那边合小牌，鄙视你。迪士尼，哎、欸，好像不错呢。迪士尼，还有六分钟，你各位加油！这叫和小牌哇，给的东西太好了吧？我给的。给的没事啊，我给的是我不要的啊，你能好好的珍惜它，我很开心。历程，你可以把废物变成有用的东西。哎、欸，带啊我的嘞，我打了，我的呢？好扯哦，我都没有爱心耶。ちょっと惜しいですけど、持っていても仕方ありませんよね。刚打游戏挂台，想说赢一局就五阶了，结果输了。哦，我要怎么安慰你？你希望我怎么安慰你？哎、欸，39度哎、欸，天啊！真不愧是，干就双粒子而已，好吧？真不愧是，端午过后，太猛了，太猛了。那些年错过的阿姨。神社のチンチクリンが悪さを働いておるに違いないのじゃ。哇哦！投个人气存备金，你可以加个爱心啊！你机壳内大概50几度了，对我在担心了。哎，所以克洛伊，我刚刚讲的你有听懂吗？就是你们之后，你们现在不是开始往地狱走了吗？
那其实地狱前有些准备要先提醒你们。好的，感谢感谢阿亮、立成跟雷鬼中的雷雷啊，对，雷鬼没有雷魂中的雷魂。58分了，不行了，不行了！你各位走了，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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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我还没有解断腰任务啦，白痴啊、喔！打那么多场没有解到。好，那个我解释一下哦、喔，我去开个地图，因为我要开个那个收集东西。来，那个各位，那个你各位克洛伊亚啊，来开个东西给你看。嗯，哦不对，我如果现在往下挖的话，会不会很久啊？来哦，稍微介绍一下你们之后的流程。啊，我要顺便去拿那个啦，找一个，因为昨天那谁番茄不是有开到盾牌吗？其实盾牌就是只能从那个。欸、它是一个防御饰品，它只能在那个地牢拿到。啊，如果没有的话，就要自己开个世界去刷。那我先随便开个金剑、星剑、口香糖、经典小金红、红剑、大只史莱姆内或地牢内的怪物会掉金钥匙，那就是开始金钥匙钥匙用的。对，那。那个金钥匙对吧？金箱子里面才有机会找到紫色的钥匙。啊，紫色的钥匙是开地狱的那个紫色箱子用的。反正就是有时候就是自己开一张地图去刷宝物啦。嗯。好。然后我背后这只猫啊。这只脸很厌世的猫，就是打我们昨天那个，这个吧，这个，这只猫就是打我们昨天那个那个炸弹军团的，就是守塔任务那个，只会有一个、哦，没有随机的，都是随机的，全都是随机的。我应该开另外一只哎、欸，这只的武器不是很好。这只是走，其实也没有说走什么路线啊，就只是啊要修，哭了，要晚上才能打 boss。没有，先看看哪个位置。那个盾牌很重要吗？有些人不会带，有些人会带哦哟。你看我们的那个世界地牢是不是绿色的？那这个世界的地牢就是紫色的，所以。总共会有三种颜色的地牢，蓝色、紫色跟绿色。哇，等到晚上欸。那我先去地狱好了。来，这是你们未来的稿子。啊，更 OP 的东西，我等一下哦。欸？我不在身上。好。我、哦、这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哎，好烂哦、喔！等一下我换另外一只哦、喔。啊，在这啦，这个东西它是坐骑，但是它是很危险的坐骑，它就是挖矿用、等地那些用的。这个要也是要非常后期才能拿到的东西，因为哎、欸，这样讲一下、喔，它是要用很多很后期的矿才能合到的东西。那它有个缺点就是它碰到水就掉下来，所以当时我们其实都用这个，很早之前啊，都用这个在整地。看一下，画一下。地牢前面那个没打死进去会被秒杀，我知道啊，就在。
现在可以碰水了、哦，哇！优秀优秀，现在可以碰水了。对，反正这游戏还有很多你们没有玩到的，所以慢慢玩。哦，到地狱了。好了，这就是地狱。哎呦，换一下哦，换一下坐骑。哦，卖掉卖掉，丢掉丢掉丢掉。哦，这一把是近战武器啦，也是，这是最后，来来来，就这个紫色箱子这个东西。这个，这边有个暗影钥匙。其实暗影钥匙我也会常住在那个，就是小猪铺满里面。我抓一个，好，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打开钥匙，有没有开了，你就打开它，然后里面就是会有下，几乎是下一阶段用得到的东西了。啊，可能就这些，然后就掉，回收。然后这边有一个，然后打开，就是这个。放置时装栏可以扩大拾取物品的范围。哎、欸，对耶。哎、欸、有哎，有变哦哦哦哦哦，克洛伊，这个你应该很喜欢吧？你看，你可以在别人还没摸到之前就把东西摸走了，哇，这很棒，这很棒吧，克洛伊，是不是很棒？好，提前剧透你们了。哇，这也是之后改的东西啦，所以我后面版本也只玩过一次，很多都还不熟。好，那个丢掉，没用，丢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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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来，再来有东西要介绍给你知道，那个番茄，你不是稍早问那个盾牌吗？是最后合成这个东西，就是有些东西是什么减少流血啊、致盲啊，或是混乱效果，反正后面合一合会变成这个盾牌，它就是免疫各种状态，然后又加上不会被击退。那我看一下哦。主要是要注意一个东西，我要跟你们说。地狱，那克洛伊去过了吗？因为地狱有一只，有个东西要特别注意的是，有一个恶魔。那我们要再重新找个盾牌了，就是可以开个经典的地图就好啦，不用再专家那些了，就是。打得过那个，打得过骷髅王就好了，因为开的东西是一样的，啊，影响的就只有那个打完的那个打王的那个袋子。我在找那只啊，打 boss 的那个袋子有影响而已，因为会掉坐骑那些东西。其他你就可以直接用那个，其他就可以用那什么，经典模式玩就好了。跑到立马回家，好，这边等一下。反正我先看一下有没有发个水蜡烛。这个。这个恶魔，它有低几率脚下会勾着一个 NPC 娃娃。当那个 NPC 娃娃掉到岩浆毁掉的时候，就会触发那个肉墙，就是那个世界第一阶段的 BOSS。你要打完这个之后，你的世界就会变得更困难。哎，晚上了吗？下午。向导吗？有一只哦，还好你们
还应啊靠！我有哎、欸，好，那我去示范一下哦、喔。我想说没有，那我就不示范了。而且我有哎、欸，来哦、喔，我随便示范啊，就是我教你们，我教你们怎么打。到时候，因为你们是简单模式嘛，你们就是呼。就是这边挖笔直的路，这样子挖笔直的路过去，这样好烦哦、喔。就比如说你们是这样盖的，笔直的路这样过去，啊，就是这样，把你们所有的方块就是这样一个笔直一条线这样过来，那这样一条线直直的一条线盖过去，然后最好是整张地狱都至少盖这样子。那再来，你们就是，如果 boss 是从左边到右边，你们就攻击这个方向，就往这个方向一直丢东西射他，因为 boss 是一面墙就靠过来，你们就是要从打带跑嘛，因为经典很简单啊，就是你们只要从一边跑到另外一边，一直往另外一边丢东西就好了，很快就过了。那我们困难模式的话是我们专家模式是因为岩浆史莱姆死掉后变成岩浆，所以我们要隔几格就插一个洞，隔几格插一个洞。这个等后面再跟你们，等后面看台就知道我在干嘛了。欸，我来示范，我来跟你讲哦。比如说漏墙是长这个样子，这样。如果今天你打到娃娃嘛，啊没有掉岩浆，就是自己主动这样子丢出去，有没有？漏墙已苏醒。就长这个样子，那怎么打？你们自己去研究哦。啊，你们看到我这边古老的光之魂跟暗之魂已经释放了，对不对？等到这个，我再跟你们讲是什么。我先不教太多，怕你们吸收不完。那再来打完之后，因为他会怕掉路掉到岩浆，他会一个框框包起来，这个可以随便用东西敲起来，这样子。你可以这样子刷刷道具，因为 boss 会掉这个东西，会掉这个职业的徽章，会有召唤、远程、法师跟近战。那我现在打的是召唤师的徽章，有没有看到？就是召唤物的服从的伤害增加这样子。那这个是，一次射三发的枪，那最重要的是这个锤子。你们要有这个锤子才能去敲祭坛。来，我再去回家示范一下。欸，晚上了，我先去打一下骷髅王。等一下要教的东西快好了，我只是先把你们下一个阶段要弄的东西先教你们。等你们到了之后，结束之后再来问我。因为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打肉墙了啦，因为其实经典模式你人多可以人海过去，因为血量不会被影响到怎么说，就是 boss 的血就一千，那你找一千个人来打，每个人打一滴血他就死。那经典不是，经典模式是你人越多他血量越厚，所以就每个人都要作死。好，来，这个是你们下一个阶段要打的了。那打完之后，就下地牢找嘛。那我们在找的过程中，你就看这个石头比较裂痕比较多的，就找一下。啊，我是因为稿子够力，可以挖这个了，可以挖这个了。我先随便找个姜子哈，然后这个一定要带哦。它这个的效果是，看一下哦，等一下哦，这个
他的意思是你的那个召唤物可以额外再加一，但是是十分钟。好扯哦，居然没有钥匙。好啦，这个我私下再来这边刷好了，应该说私下再来找。那我再来要跟你们说，有个东西你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到时候，刚刚好像这边吧。那这个 boss， 这个怪是，看到这个怪有没有？这个是你们世界原本没有，对不对？那这个怪就是打完那个，还有这个狼人也是，这两个怪就是，哎，狼人是满月，满月的时候才会有，看一下满月亮，月相这个，有没有？他今天是满月，所以满月的话会有狼人，反正打完就是会蹦出一些新的怪，还有这个，肉墙的时候碰到他会直接死掉，不会不会，碰到的时候他会把你拉到前面去。反正这些都是打就对了，他们会掉一些稀有的东西。然后我继续探，最重要的是我要跟你们讲的一个东西是，你们的地图会开始受到污染，就是那些血腥之地啊、腐化之地会开始蔓延。那蔓延的话会比较麻烦的原因是因为它会可能会蔓延到你们家来。哦，来来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要白天，等一下哦。这边要白天比较好看。这个也是新的怪，它是在神圣地形。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神圣地形。我先大概讲一下，反正后面你们碰到就知道了。打完肉墙之后会多一个地形叫神圣地形，那神圣地形这边就是会打到这种妖精或是独角兽，那只要在神圣地形打怪的话，有几率掉一个独角兽坐骑，它是一颗苹果，紫色的苹果。嘿，看连水都是粉色的，啊，看色爽没？每次都你。然后你看，查一下火吧，有没有？这个木头叫珍珠木。有吗？哎，西米，我现在教你们后面大概要注意的东西。不过还很好奇啊，你们如果要马上打的话，才会需要注意到。谁啦？蝙蝠。好，我们先看一下哦，这边有没有腐化地形？反正就是这个游戏又会变成另外一个难度的新的游戏啊，全新难度的新游戏。看一下哦，哇哇，去，哦，好像没有欸。这只角色就是最最最原始的角色，我没有去升级他的能够装备，这看起来会比较黑一点啊。看一下哦，哦不行，这边是海边了，我回家。啊，来，那个。刚刚不是说打那个肉墙掉的一个东西吗？啊，这边可能会有很恶心的蜘蛛啦，那个先跟你说一下，怕你吓到。哎呀，来，我跟你们说一下哦，这个祭坛一定要敲，但是我建议不要全部敲完，
至少留一个比较靠近，就比如说这个比较靠近地表，对不对？那个祭坛比较靠近地表，然后又靠近家里，那这个就是不要敲，因为有时候要做东西需要下来，你就可以这样子，就是这边挖一个线，就直接掉下来，就遇到这个祭坛。我建议啦，不然你每次要去找祭坛，要找最深祭坛又找不到，这样子，然后下来之后就找到它了。建议是留比较近地表的。那再来是这个锤子。很重要哦，这一定要听哦。这个考试不会考，但是啊，繁星良心建议一定要听哦。这个锤子以上的等级才可以敲掉这个东西，不然你拿任何东西去敲它，你会受伤。比如说，我好像也没有东西敲欸，稿子可以吗？不行。好，就是这个锤子你敲掉是有没有？你的世界获得了孤矿。那你下一个阶段的矿会有三种，你敲越多的话，就会有越多矿。我再敲哦，你看哦，刚刚是孤矿，现在是密银矿，对不对？那还有继续，还有靶金吧，下一个应该是靶金吧，看一下哦。哦，钛金矿，来来来来，看到哦，现在是获得这三个矿，反正就是下一个阶段的。铜矿、铁矿跟白金矿，这样想就好了。进阶的这三个矿，进阶，然后继续敲。现在只是更新，比如说各更新十个好了。你再敲的话，就是更新二十个。反正多敲就是会有更多的矿物在世界上生成。你看，又获得了。以此类推，就是。你们之后拿到这个锤子就是尽量敲，但是如果你们不想要破坏的话，你可以留一些啦。佩佩安安，玩很晚嘛，佩佩。好，就是大概这样子。那目前啊，还有这个，这个。反正现在看到都是你们之后会遇到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叫做暗影之魂，暗影之魂是在就是腐化地形打的怪会获得这个灵魂，但是要在地下哦，就是要在地表打不到这个，要在地下才打得到。然后会有获得这个暗影之魂。然后就这样一直敲，一直敲啊！来了，来了，来！这个巫师要困难模式之后才可以得到它。它啊，反正后面你们解锁到哪边再跟我说，再跟你们讲它的效果，或是去危机找不到再来问我。这个巫师我很喜欢，我很爱他。反正就是后面的魔力药水都是找他买，然后水晶球也很棒。水晶球它摆出来是可以增加那个魔法伤害，然后它也可以做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是觉得怕箭矢不够或子弹不够吗？它可以做这个，你给它四组箭矢或四组那个子弹，你可以获得无限的那个箭袋或是枪火袋这样子。啊，目前介绍到这边。啊，有得刷了，有得刷了。啊，目前就介绍了肉墙，得。你看后面有没有彩虹？这个就是神圣地形。那再来讲一下，就是神圣地形也会蔓延。就好比说，看一下哦，看它蔓延速度，就是只要是草地，它就会蔓延过去，石头也会蔓延过，因为蔓延过来了，蔓延过来了，有没有？那阻止它蔓延有几个方法，就是这样子，不能用鹅卵石哦，鹅卵石会变也会蔓延哦，你可以用木头可以阻止蔓延。那再来
那个血腥字地那边也一样。那再来是，它蔓延的速度会比血腥字地还要慢。比如说，它是十秒钟蔓延一格，那血腥字地那边可能就是十秒钟蔓延四格，类似这样子的意思。哎、欸，这个等到你们后面我再来教。打喷嚏。哦，哎，好痛。好，大概先大概介绍到这边，这是你们后面要注意的。你看后面有这只彩虹独角兽，不是这只啊，这只是丛林的怪。好了，到现在这边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应该没有了。反正下个阶段还有很多要讲，但是一次讲我怕你们又吸收不完，所以还是等你们自己体验呐、啊。体验到问到问题再来问我哦。再来就是我刚刚不是有稍早有说，你们可能会遇到很困难的事情，就是你们的地形已经蔓延过来了。这边可能最后会变成就是神圣地形或者是血腥之地这样子，然后导致村民不能住。这个方法就是你们可能会可以开一张新地图，就是往上盖到这个位置，盖到这个位置，大概这个位置是看不到地上，你们可以往上架高，然后看不到地上，然后就是以后活动范围都是在空中，这样就不用担心。地表这边会被蔓延还是什么？哦，好像种向日葵也可以耶，好像这样子种向日葵，可是向日葵要密一点啊，不然没有效果不大，就是像类似这样子，种在这里。哎哎哎，还好，这样可以阻止蔓延。好，祝你们游玩顺利。那再来就是，欸，那个暗影宝箱可能要多刷几张地图啦，因为里面的材料一定不够大家做。因为里面有一把东西叫妖刀。欸，我应该不用介绍像这个丛林钥匙吧？这个丛林钥匙就是在丛林环就困难模式之后，打丛林的怪。有很低的几率掉。哎，不对，要打完花王，就是困难模式后还打不到啦，然后在后面一点点的难度才能达到这个。好，我先换一个，这个，然后，好了，准备收台咯，感谢各位，都要十一点半了。好，这个你们可以把背景敲掉，然后放玻璃，其实上面又可以放火把，然后家里看起来会比较亮一点。有没有？这个是之后啦，我会要盖的东西会长这样子，番茄注意一下哦。反正我们家楼下就是要掏空，然后看到有没有？剑就放在武器就放在这里，近战武器嘛，然后这是法系武器，然后这是远程武器，然后远程武器后面放子弹啊，有的没的这样子，我是这样整理的啦，到时候我会这样子整理，哎、欸，然后像这边也是召唤 BOSS 的，然后这个是挂灵魂的。我看一下哦、喔，这个还有什么要介绍的？来，我解释一下为什么那时候跟你们讲，这是史莱姆啊，这个已经废掉了。以前是靠刷这个，以前版本的话，它雕像死掉之后会掉一个叫做夜视头盔，那个夜视头盔一个就可以卖一金，
还是五金忘记了，反正我们那时候前期一有那个卖就是类似红石线路的东西的妹妹，她一出来之后，我们就马上开始刷钱，很快就刷到了几波币了这样子。那在这个史莱姆雕像，你看好，它可以这样子。哦，开错边，对不起，这个就是它会这样子掉。但好像困难模式之后，就是可能要挂在这边啊，不然凝胶那些会被烧掉。就是后面的难度，就是史莱姆被烫到的话，凝胶会不见。啊，因为看到这个方块很可爱，就是蓝色的肥肥胖胖的方块，这是用史莱姆凝胶做成的。就是我那时候不是打完史莱姆王吗？我很开心，因为我说我可以开始做了，就是到这边。到这个嘛，然后可以做成史莱姆方块，然后史莱姆块做完之后就可以盖东西啦。我觉得这是肥肥胖胖的，我就很喜欢。好，然后有低几率出这个史莱姆法杖，长这个样子。我穿一下召唤装哦，就是。长这个样子，看到吗？这几只小可爱，然后。看你们隔壁要不要，就是马同学啊、克洛伊，你们要来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们不想换地图的话，啊，我这边建议你们这样做。这样子，这边挖一个长一点的洞，就是上下大概五格以上，你看。这下面这个是神圣地形的石头，为什么两边的石头不一样？有没有？这边是神圣地形的石头，你看哦，这里，因为我已经把这边隔开了，这就是我那时候一直讲的要盖一个隔离区，就是长这样子。你看，这边是神圣地形，然后这边是我们家，这里是我们家。懂了吗？所以就是你们可以就是保护，哎，马来了，保护措施就是你们先挖一个宽的洞，一个渠道，反正把地形隔离开来。啊，神圣地形其实没有影响啊，因为村民不能接受的是腐化的地形，神圣地形他们却可以。哎，反正就是像这样子。然后我不得不说，我那时候自己就是发现了一个方法。我换一张地图，你们也可以这样照我做，因为其实对你们后面来说是很方便的事情。我换这个直角色，这个你们可以这么做哦，就是你们下面渠道挖开了之后。就是你们这个渠道尽量深一点点，欸，就是大概这边是地下嘛，你们到洞窟的位置、洞穴的位置这边哦，你们如果有深度计的话，你们可以带深度计开始找，就是这边你们看到很不一样，这边是丛林环境，就是你在地上放那个淤泥。然后再放那个叫什么？淤泥加那个丛林种子，然后它丛林的草地会慢慢蔓延过去，然后就会变成像这样的东西。
然后这个叫做四季之花，它是肉墙后的 BOSS， 它很难打。呜，这只，这个蓝宝石兔兔，它只有在地底，然后有宝石树或是什么之类的附近才抓得到。哎，我怎么记得可以存？不行，等一下。那你这边又一个，所以那时候其实要刷花王的话，我都在这边刷，然后这个要清掉，这个清掉的话才有可能才可以挖到。这个是我要跟你们说的，这个是困难模式之后，这叫做爱心果，会长这样子。然后它，你们看我右上角的爱心是黄色的，这个只会生在丛林环境，所以你在你家楼下这边改成丛林环境，好处就是可以刷到爱心果，就是你时不时下来看一下，你可以得到这个了，生命果，然后就这样吃掉。就可以增加最大伤限数了，所以其实我们当时跟我玩的时候都没有人在刷爱心果，都没有去找爱心果啦，其实就是我们家楼下跟开心农场一样，这样采集一下就好了。哎，番茄，因为它这是皮卡丘兔子，这就是我跟你讲的，只要我们那个伺服器啊，我们伺服器的那个解锁的图鉴越多的话，就有这只皮卡丘。那只闪电胡萝卜啊，都可以召唤那只飞来飞去的皮卡丘。然后你看哦，你就走快一点，它会用好像那个高速移动冲过来。你看哦，飞来飞去充电，不充电啊，靠，很可爱。这是后面的东西了啊，现在这边都先不提。好啦，感谢各位，准备关台了，要关了，咻，商店。那至于这个帽子也还要等，谁卖的啊？忘记了，你吗？忘记了。那这个公主刚出的时候我就没有碰了，所以对她好陌生哦。王子披风，召唤一只可爱泰迪熊，多可爱！妹妹的那个纵火妹妹的泰迪熊，哦，公司大的那一只，韦伯吧，伯尼，好吧，伯尼，等一下。宠物这里，好了，感谢各位今晚早上的收看啦。那泰拉瑞亚晚点再来，39度哎、欸。好了，感谢。那晚上如果早点醒来，我再早点上来整地。可是今天应该就是把楼下挖成那样子。等一下，我记得一个比较好看的创意工坊，不是多人。金手不是，大师不是。哎、欸，我记得我一张地图蛮好看的啊。见了吗？带新手，有，也不可能是这个啊。再等我一下哦。快休息，要了。
你看，其实都长得差不多啊，就只是玩到哪里的程度。那楼下这边都是神圣地形啊，所以其实蛮麻烦的。这样子啊，这个啦，看我要把它包起来。那又一个爱心果，是不是就这样子啊？又开心采爱心果，轻松采。啊，至于这个绿绿的矿，也是大后期的矿啊，这个到时候再教你们怎么用。你们进度都还没到，我现在就不全部教了。所以你们可以在底下铺个淤泥，就这样一路踩过去。热浪来袭，对，我要去了。二，大家拜拜。我偷偷把这个塞进我们家，不要好了，等一下哦，我先放到这边来。灰了，我灰了，哦，你说蜡烛灰了？啊，放在这里，爱心，然后这个给小鱼的暗影箱，暗影箱先别带过去好了。没有，我玩游戏就是不想要破坏越级啦，应该也懂我的，因为有些人真的觉得无所谓，就直接开角色进去就好了。我说我不行啊，因为如果你开角色进来的话，你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BOSS 怎么打啊，你一开始都是开局送神装。哇！我一开始这边全部东西拿一拿，钱过去就好了，为什么痛苦？二，感谢大家早上的收看，那我们晚上见啦，大家晚安，拜拜。我去带我找人啊，看看昨天没有空大，很开心。昨天其实我没有去打招呼，是因为我那时候是用的那个，按错，对不起，我切到直播记录了啊。对，我昨天是上传那个直播记录的那个账号在他的台，所以没有马上回他。内容直播详细资讯制定，哇，越来越会打了，哇，我好棒哦！看看有谁，首播即将直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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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直播。好的，我们没有台可以看了。是有啦，只是可能带不过去，可能就是你们要点网址看一下哦、喔。我是想跟 UFO 说，赶快开，让我可以带人过来。来，这个就是我一直很说声音很好听的 UFO 的台，我是想带过去，可是他那个一直没开。好啦，大家拜拜啦。可以去他那边听他玩健身环。大家拜拜。